我在策划 Talis 台北跟我的团队一起构思这个想法的时候，我都想说我们如何从台湾出发对世界说话，我们要对这个世界说什么故事。今年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大灾问，我们要问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每年的这个时候是我最享受的时候，因为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在这里听到这么多的来自世界来自台湾的故事。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能够找到办法，我们必须要锻炼我们自己的自我效能感，因为只有这种自我效能感，当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有能力来克服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 We can keep fighting. There is none like you. 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台湾不只是有很棒的科技，同时我们有很棒的手工艺的制品。古人学习历史的秘密就是读到书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需要下一个决定的时候，去想象你就是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你会怎么决定。愿大家都能从历史中得到智慧，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台湾的孩子，你故事的营养够吗？说故事是我这一生最后一份工作，谢谢各位。历史说故事 Meditation 昆虫音乐 This is TED。可以决定的命运，只有靠你自己才能改变命运。让我们一起加油吧！谢谢大家。